来。哦，屁股屁股是怎么回事？过分，再一个。再一个。我说下一个啦，下一个啦，你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想看谁？来吧。来啊来啊来啊！五六七八。哇，这个电流。哇。好了好了，太奇怪了。好。那些狗不停在飞，老旧的思想全都该退位，一个个一个个被我击退。管他谁，我什么罪，我上了这么多，不管谁也想为俯首谢我这一个黄怪上山入狱。热情的烽火，从来不可走，一步步一步步慢慢的得到了所有。Yeah, you will never know, you will never know。当我爬上了宝座椅之后就会懂。Yeah, you know I'm a king.叫我改变的人，你们全都别吵，早就知道这一生受的痛却躲不了，一个都别倒，全部都被我放倒。 I'm a king now。 热情的烽火耶，从人们征服耶。 You will never know, you will never know。 当我爬上了宝座，你之后就会懂。 Yeah, you know I'm a king now。舞台感觉如何？虽然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想说很热，其实人很多哎，会紧张吗？其实不太紧张，我觉得是荣幸比较多，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出道之后第一次一个这么大的场合，然后跟在这么重要又这么浪漫的节日，跟这么多爱我的粉丝们，爱天王星的粉丝们，爱天王星的粉丝们，然后一起度过，我觉得，然后刚放烟火，我真的是看到快哭出来了。就是我跟我们的天王星团员们，我们看着烟火，那个浪漫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。没错，你说我们很浪漫，我们很浪漫啊，粉红色红色的，是浪漫的吧？而且这么多朋友，你知道现场有10万人，那加上线上的更不用说，是超越10万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可以给这些粉丝一点点福利，你们希望我帮你们谋福利吗？五位大男孩摆出帅气的爱心 pose， 扫射一下全场，快拍！我们闪到旁边去，爱一直都在，天王星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扫射一下，扫射一下。那我想大家应该会想说，有没有一些惊喜？比如说，虽然今天你们包得很紧，但是我想你们健壮的身材，我跟你说。
通常第一个要是太难，后面会很有压力。对，看是你要当好人，就是简单，然后留给最后一个难。或者你要，或者是你第一个就难，让后面的啊、哦，来来来，施压，准备好了吗？尖叫声欢迎他们，尖叫声一个 wave， 来，哎呀，屁股屁股是怎么回事？再一个，哎哎，我都下一个啦，下一个啦，你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想看谁？来吧，来啊来啊来啊，五六七八，哇，这个电流，哇，